很感动哎 ，Thank you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哇，真的真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什么？大爱城？哎哎，洪爱玲，洪爱玲在那边。洪爱玲，你怎么来的？开车来的，你看爽哈、哦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会为你们带来街头表演。所以啊，今天呢、啊，你们开车塞车，搭MRT走路过来，像我这样从天黑走到天亮，然后又再走到天黑哦。我们呢，都会为我会为你呈现一个很棒的表演，自己讲的啦哈、哦。可是因为我们是街头表演者，所以你看我东西乱乱讲，我还要 set up。拿我的键盘，然后呢，拿我的 pedal， 慢慢一个一个弄。然后你看哦，很容易的，两个 cable 插进去，然后呢 ，iPad 拿出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声音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哎，安哥，上次不是你在安 OK 看到我蓝色衣服的安哥？真的有啦，那时候在安 OK 你看到我啊，然后你跟我讲我唱歌很好听，所以今天来哈、哦。是啊，那边也是很多人有看过我唱歌的吗？没有，有，只有这个安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的支持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首，有没有声音？Yeah， 有声音，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把东西先收起来，马上就要表演给你们了。今天的表演啊，一点点小小的特别，我呢是准备了一个主题性的表演，所以啊，唱的歌曲呢也是有主题的。这首第一首歌曲呢，其实是本地创作才子陈佳明的一首歌，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。现在呢，可能在电视上、广播上，你们都有听到的一首，两个字，如燕。你好，我是 Karin 诗敏，今天为你们带来这首歌曲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你们也认识我吗？我是 Ryan， 你们好。
Ryan，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你跟我一起唱这首歌？当然可以啊。耶、yeah, 我们掌声鼓励给 Ryan。 所以我们唱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就唱这首、你的 key 是你们会唱吗？你知道？好，来跟着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，为何还如此执着？为你付出所有，已经不顾一切就走。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，为何还如此脆弱？已经习惯有你，已经不能将你摆脱。哎，没有听到啊？可以唱得大声点吗？大声一点好不好？ One, two。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，为何还如此脆弱？为你付出所有，已经不顾一切的就走。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，为何还如此脆弱？已经习惯有你，已经不能将你摆脱。也许当一场梦，梦醒一切都随风。很棒很棒，没有大，你要继续加油啊！那我先到电台去了，我要去介绍我的新歌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，等一下，你说新。啊哈！你以前在这里表演啊哈！你也是街头歌手，嗯哼，我也是街头歌手啊哈！所以你是我的前辈，还好不是长辈。啊，对啊，那前辈，你可不可以教我要怎么可以变你这样子？其实这个故事啊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你知道三个月前这个电台发生了一件大事吗？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们差一点就关台了。